这五种男生啊最招女生喜欢。如果说你能占其中一条，你都不愁没有对象了。那如果你占了三条以上，那女生啊都会来倒追你。今天的视频呢全程干货，一定要点赞收藏，拿本本记起来。第一种就是有点坏坏的男生，分分钟让女生脸红心跳。比如说你跟女生出去约会啊，女生打扮得美美的来见你，那一般的男生就会说了，你今天好美啊，那女生最多微微一笑说一句谢谢啊。而那些坏坏的男生呢，他就会跟女生说，哎呀你这条裙子呀我奶好像也有一条。你看这个女生本来她高高兴兴的，听到这句话瞬间不高兴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男生会再来一次反转，不过呢民族风的小碎花还挺配你大小姐的气质的，你感受一下，女生的情绪瞬间就被拉到了顶点，那么这么一推一拉，女生的心呢很容易就被男生死死的抓住了。所以啊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话呢还是有一定